无私恶难，云何十二出？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不次，我再跟你说一遍。恶难，你要注意听，什么叫十二处本如来藏，妙真如性呢？十二处，这个处啊，就是个处所，十二个处所，这个处所呢，也就是一个，有一个一定的地方。有一定的住在的地方，这十二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，这叫六处。再加上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又有六处，合起来这叫十二处。也有的地方叫十二入。和那个前面那个六入啊一样的，不过这个十二处呢，是合起来也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根和六尘合到一起，这叫十二处。恶难，如切观此。其陀数名，即诸犬齿。恶难，你看一看，这个战胜太子啊，这个树林子，即诸犬齿，和这个泉和这个水池，你看一看。于意云何？此等为是色声眼见，言声色香。于意云何？在你的看法里边是怎么样呢？于意云何？在你的意思里边，你的见解怎么样子呢？这佛啊，征询这恶难的意见。此等为是，在这个战胜太子这个树林和这个泉池，你看这一等的为是色声眼见呢？可是啊，色声出来的眼看见呢，是眼声色相啊，是这个色声出来的这眼看见了。凡是衍生出来的有这种色相呢，你讲一讲这个道理，我听一听。啊，问恶难，现在相信恶难呢，又有一点头痛，我又有了问题了。恶难，我怎么知道恶难这时候他头痛？他没有出声，没有讲，没有回答。啊，这地方没有回答。所以佛就给他讲了，恶难，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假设你说由这个眼根生出这种的外边这种色尘、这种色相的话，见空非色，你看见空啊，啊。这眼根生出色相，那么你见着看空的时候呢？见空非色，你看见这虚空，这虚空不是色相，色性应消，色性啊就应该没有了，没有色相的啊，不错，消在显法一切如色相即无。虽名空执，空已入世，色性应消，应该消，没有了，消在显发一切都，消了，
宰相消了，这个就显出了一切，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一切都无。宰相即无，宰相即没有了，谁明空执？又谁知道这空呢？空的这种性质呢？空已入世啊，这空啊，也像这种道理是一样的。绕夫骰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骰，见即消亡，亡在度，虽名空骰。假设你要说这个骰尘生出来的眼见是骰尘呢，这个骰生出来的眼见，要没有骰的时候，眼也就不能看见了，只是有骰生出来。观空非骰，可是你这个眼睛看空的时候，空不是骰呀，不是有形象的，有形骰的，见即消亡，应该呀，看不见这个空见，没有骰，这个见也不应该看见，因为这个你说这个见呢是骰生出的，因为现在没有骰了，也应该没有见了，所以说见即消亡，亡在都，那见没有了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谁明空骰？又谁知道这是空啊，这是骰呀？谁知道呢？因为没有见了，没有见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自古当知见于骰空，俱无处所。既骰于见，二处虚妄。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因为这个，你所以呀，恶难，你应该知道，见于骰孔。那么，如果这个见和骰孔俱无处所，本来呀，这个见和骰空俱无处所，既骰欲见，就现在就这个骰和这个见二处虚妄，骰也没有自性，这个见也没有自性，这两处啊都是虚妄的，也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那么都是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里边生出来这么多个妄见。